吗？我这个版本还是节目版本，人傻了。对，我们的鸡鸣乐它有很多个版本，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，我也忘了是几点零的版本了。哎，你快过来呀、的演唱会嘛，然后也会跟老师还有十，我们有一二三四，好，跟其他十四位的这个啦啦队员一起表演。然后这几天说实话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辛苦，每天都是穿着那种短袖，然后就就是清凉装，然后去练，然后都是满头大汗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期待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表演吧，谢谢。